美三年未发片的品冠2011下半年顺利推出个人全新创作专辑《未拆的礼物》，今日特别举办品冠《未拆的礼物》自由歌友会，现场进行彩球庆功仪式，预祝品冠一切顺利，喜得龙子。贴心的歌迷更送上情趣小礼物糖果、情趣内衣和手铐。为了回报歌迷，品冠除现场演唱多首新歌外，让粉丝谋福利，与自己做起甜蜜互动，近距离贴近活动。一切为了爱，曾经我为了爱，手机划开，是深深的等待，别让我期待，却不让我等待。自从你离开，冥冥中不再来，一切为了爱，因为你所以爱，一万次被爱，只换一个。今年春天，品冠将与交往多年的女友完婚。活动当天，品冠也与歌迷分享自己曾经的求婚片段。尤其是2011年，然后拍了戏之后，要拍戏又手又断，然后他其实也一直有过来，因为他现在还在香港工作，然后一直有过来就是照顾我这样子。那时候我的手是打着石膏的，然后他还因为我就为了帮我准备早餐，还切那个从香港带回来的那个虾饺，就是切直接切到手就。到医院去缝了十几针，然后出院以后，回家我就跟他说，我就抱着他跟他讲说，我们结婚吧。而歌友会中，好朋友严爵也现身到场为品冠站台，两人献唱台语歌，让台下歌迷笑到合不拢嘴。